家好，我是每天和哥哥一起拆快递的团团团。今天状态不太好，所以我又喝了点马奶酒，所以一会儿这个状态了。拆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快递，滚蛋拆。哎，每次喝完酒力气都会变大啊。可乐豆，哎，这个像不像我们就小时候吃的那个朱古力，或者是那个，反正就是那个啦，就是武侠片里边吃一粒就满血复活的那个东西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会怀念？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今天就吃这么多药丸。这个啊，我想起来，这个叫那个麦丽素，小时候那一小袋红色的那个包装，小时候好像挺奢侈的那么一包，那时候好像是小时候吃的唯一的巧克力。哦，来看一下，外观是一样的，我咬进去看看是不是一样。这不是那个，就小时候吃的那种，里面是巧克力的。这个其实是外面一层巧克力是脆的，里面是个花生，不过也蛮好吃的，香香的，就是那个脆的感觉特别。嗯，你看一下，里边是花生，然后外面裹了一层那个特别脆。我来演一段。啊，我不行了。我需要吃一个神丹妙药来满血复活，只剩下这一颗，吞下就会好。好了，有没有吃那种吃力架的感觉？嗯，还有那种服毒药的那种药，你们小时候会不会这么自己演？你们宝宝们，你们小时候吃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啊？很怀念。我小时候买这个就蛮奢侈的，就是家里条件应该是还可以的才能买到，我就攒了好多钱才买了一包那个，然后就是藏起来，也不敢一下子吃那么多，就每天吃那么一两颗，攒到那边，最后都那边巧克力都化开来了，啊，算了，化开来没办法，只能再吃。然后有小朋友问我吃，口口的拿出来一个，给你一颗，我们是好朋友喽。你们有没有这种事情？好了，今天这个朱古力就试吃到这里了，宝宝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